么冬天其实迪士尼乐园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甜品啊、热饮，然后大家可以过来，我觉得好吃好玩，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先尝一口，很温馨啊，很温馨，很温暖。嗯，有人问你冷不？我觉得喝了我们的暖饮应该就不太会冷了。非常好喝，很好喝，而且还有我们这个蛋糕，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刚才有偷吃过呢，又偷吃，对不对？我看到了，对，我们大佬已经偷吃了我们的这个很传统的我们圣诞节的这个树根蛋糕。树根蛋糕，好的，那其实我觉得想跟大家聊一下，我觉得很多问题要跟大龙聊，大家应该有问题，我觉得你也可以，大家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啊。首先，我就想到圣诞，我不知道大龙最喜欢那个部分是什么。我刚才有吃过圣诞大餐，还行。啊，微博已经发了，我看到你有发，对不对？吃的特别好，非常好吃。是在乐园里面吃的，对不对？在乐园里面吃的。还有呢？还有就是圣诞礼物。礼物。哎，对。我觉得今天这个你的身边满满的都是我们上海迪士尼乐园给大家准备的圣诞礼物，对不对？我觉得要不要选选看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你们没发现这个就很有特点？你都已经看好了，对不对？因为跟我的衣服。哦，对，你今天还穿了这个。我穿了这个。哇，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龙。香槟米奇的这个毛衣。米奇毛衣。米奇毛衣。我们大龙为了我们等会的这个圣诞点灯仪式特别装扮了。对。我觉得我身上这件其实也很可爱啊，我这里也有姜饼，你看我们都有姜饼。你知道这个玩偶很有什么特别的最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它就是长上姜饼啊。还有一个，你闻一下，它不光长得像姜饼，它闻起来也像姜饼。还有姜饼味，我的妈，这个姜饼米奇有姜饼味。这是姜饼吗？对，姜饼。哎，我要跟大家剧透一下，我们今天在这一轮会给大家抽奖。抽奖的话，我觉得我要问一个问题，但我觉得可以先把这个问题告诉大家。好、啊。就是我们大龙最喜欢的迪士尼的商品是哪一个，对不对？是哪一个？大家可以现在屏幕刷起来了。是哪一个？是哪一个？等会就要抽奖了。好，我觉得其实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说除了这个姜饼米奇以外呢，我们迪士尼今天还有很多很多的好玩的产品，就包括我身边的，你身边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米奇跟米妮，对，都穿着我们的这个圣诞的老人的衣服，都已经穿上了。还有那个特别可爱那个包，你有看到吗？那奇奇弟弟这个包，这个包我上次看到它，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把它买走，因为太萌了，对不对？嗯。趴在上面，大家已经刷起来了，你看大家就听得非常认真。我觉得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大王又开始偷吃了，趁着这个我还在那边跟大家讲抽奖，你吃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个，你是姜饼，然后上前面是我们的这个达菲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达菲熊的这个饼干也特别可爱。然后这个下午茶也是可以在我们乐园体验到的，这个你看好不好看？我觉得每一个都怎么说，像一件艺术品，都舍不得去吃。还有这个达菲的这个糯米纸啊什么的。然后我们今天第一轮，我觉得我们要抽奖就是多抽一点，毕竟我们今天大龙在，我觉得你愿不愿意充当一回圣诞老人？没问题。我们今天第一轮抽奖，我们就给大家抽10个奖品，全送。全送，大家给大家看啊，包括我们这个米奇圣诞衣服的米奇，然后我们圣诞衣服的米妮，哎呦，等拿下嘛。还有我们这个达菲的姜饼包，就是跟你刚吃的那个达菲是一样的，是不是？对，已经被大龙咬掉一口了，一模一样，是不是？嗯。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这个星黛露的这个冬天的这个包，这个就是那种女孩会比较喜欢，绒绒的，对不对？对，很漂亮，很可爱，一个斜挎包，非常可爱。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连在一起的这个奇奇弟弟，哎呦呦，我都拿不下了。还有我们的丫丫也不能错过呀，对不对？这个圣诞服的丫丫，我觉得那个米奇米妮穿的是红色的，丫丫是绿色的。都是圣诞的，都是圣诞主题，红红绿的，特别喜庆。我们今天会抽出10位小伙伴，我们会随机给大家每人送出一份我们手中的礼品，好不好？好 ，OK， 好，我先暂时放下，因为我准备要给大家来抽奖。我们请我们的小助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我们这样子，请大龙来给我们倒计时，然后呢，我们会截两张图，每张图的前5位就会中奖，但要提醒大家。大家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在一个直播间，我们只能中一次奖品啊。如果重复名字，我们就不算了，好不好？好，那我要不要注意好啊？我们大龙来，随便你从几开始倒数，好不好？第一张，一，哎，一，好，第一张 OK， 接下来就这么突然。第二张，第二张什么从几开始？也随便你从几开始。五、四、三、二、一。好，请我们小助理把我们的截屏拿过来，我现场给大家公布一下，看看哪位小伙伴啊，大家有没有刷姜饼米奇刷起来了没有？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现在是两张截图。好，第一张，我觉得是一个叫Wow Vision， 还有云奇，
还有我们的这个心爱的小摩托，这么大只兔子和肖阳同学，第一张对不对？是五个啊，我没有数错啊。第二张截图我来数一下 ，Little T Bone， 还有我们的会有快递小哥替我爱你，哎，这个名字。你知道这个里面是有爆米花？哦，这个还有爆米花，这个是我今天，这个是我今天看到的新品，特别可爱，对的。这个装爆米花简直太酷了。然后还有啊，独来独往的漂流瓶 ，GMCCY 和等一杯杨枝甘露，我觉得你要改名叫等一个，等一条龙，大龙，对不对？好，谢谢我们大家中奖小伙伴，一定要记得发送私信给我们新闻晨报，我们会在直播结束后联系大家，一定要发私信哦，不要忘记，然后备注你中的是第几轮奖，好不好 ？OK， 谢谢你们。好，我觉得我们吃了喝了再吃一个，这个好好吃。对，这个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五号刚上的，然后里面会可能大家可以买到两种口味，今天给大家准备是那个焦糖味，特别好吃。嗯，那这个是个火车头形状，然后这个还有个帽子，你看可不可爱？可以背在身上啊。我觉得我们边走边吃，对，我们挂在，我们又吃了又喝了，然后有没有忘记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我们要点灯去，点灯，对，我们要点灯去。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前往我们的点灯仪式现场吧。对，然后呢，我们马上再回来。好多人在刷，说大龙很可爱。我觉得今天是可可爱爱的一天，然后大龙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好妆了，你觉得有点冷？你居然穿了我们，你知道这个之前卖就是超级人气，达边绒绒毯是不是超可爱？超可爱，很暖和。而且你刚才有这个，我就很冻，哎，我真的是。来给你给我一个手，不行，我怕，那个，大家不要怪我啊！好，我们继续聊，我们现在就要前往这个圣诞树的路上。然后其实我觉得此刻此景，我觉得大龙应该也是很熟悉的。没错，去年有来玩过呢。就真的是来玩的，来玩的，来玩。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于迪士尼的一些印象，包括你玩的一些项目什么的？没有什么，对，有些不是很愉快，反正有点惨痛，有点惨痛。我觉得其实大部分是开心的，但是呢，因为对吧？因为我对很多项目，我有点恐高症的。对，因为我当时听我朋友说，你知道吗？因为我朋友很喜欢你，跟我说，你知道吗？大龙去迪士尼乐园哭了。我说为什么会有人去迪士尼乐园哭？你老实交代。看一下为什么会哭？你害怕我坐那个创那个创极速光轮，有点害怕。对，那个项目其实是迪士尼里面比较刺激的。对。哦，你当时觉得你应该可以吧？没想到。对，应该可以。我就全程没有敢睁眼，然后没睁眼，就睁了几次就下来，就眼泪就流了，对不对？但其实我觉得，其实也还好，因为这个项目因为很酷炫。我最喜欢坐的是小飞象。小飞象，我觉得小飞象一定是大龙最喜欢的，是因为什么？因为之前小飞象电影上映的时候，其实我们中文版主题歌是大龙演唱的。你。当时是不是还来到我们的那个华特迪士尼大剧院？对，现在属于我也在。哦，你在？我在台下看着大龙唱歌，那时候还看电影，很喜欢这个电影。没想到，对，过了一年，我居然可以跟大龙一起主持，我也很开心，对不对？然后其实我们这个奇想的花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花园真的是非常漂亮，它里面有上百种的这个灌木丛跟60多种的乔木，特别的美。然后还有这个旋转木马和我们的小飞象就在那边，你之前喜欢的小飞象，而且从晚上看特别美的，对，灯光都打开，灯光都起来了，特别的漂亮。然后呢，我还想问问看啊，就是说除了这个游艺项目，比如说我们的巡游啊，烟花有没有？巡游也很有意思的，也有那么多那个人物啊，公主啊，跟你互动，对，互动，你就感觉儿时的那些画面全都变成现实了。你有没有当时印象中跟谁互动的比较好？我跟琪琪和弟弟，琪弟对，特别喜欢跟我互动，特别热情，特别热情的一对花栗鼠，特别可爱。然后呢，烟花的话，我觉得其实今天晚上我们也看了烟花，对不对？这一部分我觉得是所有人来迪士尼都不应该去错过的，都应该去感受一下，非常震撼，对，我其实之前最早的时候看的，我看一次哭一次，真的不带夸张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我们上海迪士尼乐园，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都值得你去，没错，怎么说？像体验把大龙做哭的这个创啊，去体验一下，对不对？小飞象要体验一下，然后我们的烟花、我们的巡游，还有各个项目，包括我们的一花一木、一灯，我觉得都值得大家去看，对不对？看一看，拍个照片啊，留作纪念，打卡一定要发朋友圈，没错。然后其实呢，我们董晓会迎来我们的这个圣诞的点灯仪式，之前有没有参加过？没有，第一次。你有什么期待吗？你想象中是什么样子的？肯定会很漂亮。我听说还可以在那许愿，在那里许愿会。这不是我刚告诉你的吗？啊，对，听你说的嘛，听你这样的说。我很期待。我把梗被大龙先抛回来了。对，是这样的，就是有人说在圣诞树下许愿呢，可能会很容易就是美梦成真。
所以呢，当然我也问过大龙愿不愿意等会儿把这个愿望分享给大家，大龙冷酷的拒绝了我，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大龙和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小伙伴都可以许下这样的愿望，然后都一定要美梦成真，我们一起好不好，一起许愿，一起对，一起许愿。然后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也提到说，在这个乐园的圣诞季，我们每周都会有不同的这个主题的光影秀，现在城堡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是这个姜饼人的感觉了，整个圣诞主题了，对，整个城堡就像你刚刚吃那个饼干就变成一个姜饼城堡，特别特别的漂亮，对不对？然后呢，我前面也提到说啊，这个圣诞节最喜欢的是这个比如说有大餐有礼物，然后问题来了，我觉得大龙你最最最最想要收到的一个圣诞礼物会是什么？那当然是这个姜饼米奇，就是姜饼米奇吗？就是刚刚那个有带有姜饼味的那个玩偶吗？那我觉得你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觉得今天直播间那么多观众在看，你的粉丝在看， maybe 今年圣诞节你会收到很多很多，希望你们把这个送给你们想送的人，你们爱的人。对，爱的是大龙呀，对不对？那不过今年其实大龙在圣诞节也会在工作中度过，对不对？今年正好圣诞节是我新的音乐剧的首演，小说的首演。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跟大龙一起过圣诞，我觉得可以去我们的现场支持他，然后我们在剧场一起过圣诞，剧场见。然后呢，如果在剧场看完戏了以后，可以再来我们的上海迪士尼乐园，走过大龙走过的这一条奇想花园的这个小桥，然后看看我们的烟花，看看我们的这个城堡，感受一下这个节日的氛围。没错，哎，我现在发现那边的舞台有人在等着我们，我们要不要去看一看是什么情况，好不好？树好漂亮。对，这个树它现在灯还没有亮。下面全是彩，还有那个彩球什么的。开始。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感谢您和我们一起分享。朱小成。这个机会就要到来了，这个机会也太难得了。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对 ，Hello， 仿佛又回到了童话世界里。那米奇，不如这样子吧，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倒数，然后说节日快乐。好主意，大家准备好了吗？三、二、一，节日快乐！我觉得特别感动，可以跟这么多在线的网友一起见证这个美好的时刻，有点像做梦一样。对，评论区全部都被节日快乐刷屏了，还有人说祝大龙圣诞节快乐，感谢大家节日快乐。对，我觉得今天有这么多，有米奇、米妮，还有这么多的迪士尼朋友、王子、公主们一起来跟我们度过这个神圣的点灯仪式，真的是太令人感动了。对，你有许愿吗？刚才我刚许了，但我也不会告诉你我许了什么。我也不会告诉你。我们就互相保密，好不好？对，我觉得把这个秘密，我觉得以后如果实现了，就再告诉大家。我这个愿望是在迪士尼的圣诞树下许出来的。大家也要来许愿。大家一定要来许愿。刚刚有没有许愿？然后呢，其实今天晚上还是有点冷的，但是心里其实真的是很温暖，暖暖的。对，因为刚刚很多人在评论区关心大龙冷不冷，冷不冷？不冷。不冷啊，我们心里很暖，很暖和，对不对？开心。然后今年冬天其实这么美、唯美、这么漂亮的圣诞树下面，我觉得一定要跟心爱的人，包括家人一起过来感受这个圣诞气氛，一定要到我们的上海迪士尼乐园来哦。一定要来。对，而且其实不仅仅是圣诞，这份快乐会延续到明年。一直到明年。对，会到2021年的1月1号，在这边还是会感受到这样的氛围。对啊，一起告别2020，然后迎接我们的2021年。然后呢，其实大家刚刚看到是这一棵圣诞树的点亮。大龙，你知道吗？在我们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我们的小镇，还有这个两家酒店，其实有大大小小不同主题有20多棵圣诞树。全都是这样的圣诞树。有大大小小不一样的。对的。然后呢，我们等一会儿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我们度假区其他的许多圣诞树，还有迷人的夜景。我们待会儿回来，我觉得最后的惊喜还有很多。包括大家期待的这个门票的奖品也会等会给大家抽出，还有更多的奖品。对，我们千万不要走开，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哦，都要再回来。一会儿见。啊，我觉得这次见面非常不一样，我们的都要下雪了。看到了吗？看到了我这个。而且大龙这个带了，
我看大楼前面啊，我要剧透一下，一路都在玩这个帽子。我们这个迪士尼的洞洞帽是不是？你看我也有，太酷了。我是兔子，然后我这个主要是脚，对，你是个倒栽的一个形状，我觉得压到了，福到了的，大龙也到了，对不对？特别可爱。我觉得我们刚刚回到这边，我们的米奇大街已经下雪了，特别特别的漂亮，对不对？下的很大的，嗯，很大，是的。我前面有说到，我说大龙啊，你作为一个北方人，其实下雪对于您来说其实见怪不怪，但是在我们的迪士尼有这样的一个雪景，你觉得什么样的感觉？嗯，就上海这个冬天很少下这么大的雪。对，我觉得而且在12月份这个季节，在迪士尼，在我们的米奇大街有这样的雪景，特别特别漂亮。今天关键是什么？今天是我们的24节气。大雪，所以在这边感受到这个大雪缤纷，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特别太好了。我觉得其实前面有点点小感动，有没有？然后呢，今天我们前面也讲过，大家今天这个最后一轮的我们五份，一共10张的迪士尼的门票，也会在这个环节给大家送出，好不好？送门票喽。对，然后呢，我提前把我们的抽奖的口令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迪士尼圣诞奇境，迪士尼圣诞奇境啊，大家打下这个七个字在我们的评论区，就会有机会抽到这个奖品。我觉得现在就是，你知道我之前来的时候，我就是很喜欢在这边拍一些慢镜头动作，然后一定要这样，就是要这样子感受这个雪糕吗？哦，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到上海迪士尼乐园冬天来感受这样的。而且我们其实每天会下好几场，晚上的时候。哦，晚上会。会有定点下好几场，所以你一定不会错过。大家刷起来了吗？迪士尼圣诞奇境，大家打的都非常正确啊。然后还有一部分，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很想问大龙，就像前面说到的，有人问大龙你在想谁？我想说，这样美妙的雪景，你会愿意跟谁一起来？当然是跟你爱的人。哦，我还以为是跟你，我刚刚还愣了一下，我说跟我吗？这是跟爱的人，我就跟每一个人。爱的人、家人、亲人、朋友都可以，对不对？好，我觉得要不要我们在这边先把我们这个奖抽掉？我觉得有好多好多人，好多好多人在发我们的迪士尼圣诞奇境了。好，我们现在有请这个小伙伴注意了，注意了。好，大龙还是随便从几开始倒数。好，来，一，好了吗？我觉得这个五位小伙伴一定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是因为你们送到门票，对吧？对，10张门票，每人2张。我觉得是郑云龙亲自邀请大家到我们的上海迪士尼乐园来玩，希望你们开心。只要你们开心，我觉得大龙也会开心，对不对？好，我来读一下名字哦。我们哦，第一个就是打错字，这个不算啊，我们这个不算。对，我们从太遗憾了，对，太遗憾了，打错一个字。乌德喵妮，你太遗憾了啊！我从头开始。一扎冰茶 A I F 花溪 J J 某某什么 A R R B Y 级冰茶云搅拌和 Q W E E R A Y 这五位小伙伴，恭喜你们获得了由郑云龙亲自为你们抽出的上海迪士尼乐园的门票，每人2张，一定要私信我们新闻晨报的微博，我们会之后跟你联系发奖，好不好？私信我们新闻晨报的微博，一定要私信哦，谢谢谢谢。好。我觉得其实今天惊喜，正在看雪。今天惊喜其实这么多了，我觉得是不是差不多到这边惊喜就结束了呢？你太小看我了。没有。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你给我，我觉得不仅是给我吧，给我们直播间这么多的，你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相信我，因为我非常了解的，对。我这样，你这样。我有点懵，想感受惊喜，你先把眼睛闭上。闭眼睛吗？好，我先把眼睛闭上。对对对，不要害怕。我有点害怕。非常非常喜欢。你是要变魔术吗？哎，要变魔术。变魔术，好，我先。你别不要偷看。不偷看。好了吗？准备啊，准备啊！你往你的右手边看。往右手边。达菲，哈喽，达菲，我的，这是准备的惊喜吗？对，达菲。达菲把他的朋友们全都带来了。田丽梅，我的天哪，达菲六子都来了，梅梅的裙子好漂亮。他们现在迪士尼非常有人气。对，他非常有人气的达菲六子，杰拉托尼，他是位画家。是个画家。帽子好可爱，球球好可爱哦。他也穿圣诞的圣诞的衣服，毛衣啊。星黛露啊，你看我的帽子，看我的帽子，你看还跟我帽子一样，同款。我们的露露是位芭蕾舞家，好漂亮！啊，康妮亚也来了，康妮
捏，肯定是我们的红色小绒线帽，也很可爱，对不对？可爱。Hello， 嗯，还有我们达菲的最新的小伙伴奥拉米拉，来自夏威夷的小乌龟，热爱音乐的小乌龟。哦，音乐家。音乐家，跟我们大龙是，对，我们今天两位音乐家。同行，同行。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哇，我觉得太开心了，大龙，真的，我觉得这个惊喜我要给你。怎么样？可以啊。120分，我觉得超出我的想象，太可爱了。我觉得评论区，评论区有没有喜欢达菲小伙伴？等了那么久，看到达菲开不开心？对。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这么也不能说太久，但是非常充实的一场直播。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部分？印象深刻太多了，太多了。是啊，灯光、灯红、烟火、圣诞树，包括他们的表演。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一些冬季的新品，对不对？对，还有我们的绒绒毯也很可爱，还有毛衣。我觉得给大家看你的毛衣吧，我给大家再看看我的毛衣啊。对，一定要看一眼毛衣，我就给你撩起来，偷偷的撩一点点，给大家看看那个姜饼人，姜饼米奇特别的可爱。毛衣。还有呢，我们喝到了我们的这个圣诞的热饮，还有我们的圣诞的蛋糕，所以我们就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带着你的亲朋好友、你的爱人，一起到我们的上海迪士尼乐园来度过对这样美妙的一个夜晚。我觉得是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很多个。常来常好，对不对？所以我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大龙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在这样大雪的一个节气，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共度这么美好的夜晚。我觉得大家，我要再重复一遍哦，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圣诞期间，我们的精彩会延续到2021年的1月1号。我觉得大家可以过来跨年都是非常棒的选择，对不对？而且很有意义，很有意义，会是一个难忘的回忆。对，然后我觉得今天的直播呢，到这边有很多人关心说，哎，我们大楼会不会有点冷？但我觉得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虽然说天气是冷的，但是心是暖的，还有小伙伴的陪伴。谢谢你们的关心。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到这边差不多也要告一段落了。我觉得最后的时间想要留给大楼，给我们的在线那么多的网友来 say goodbye， 好不好？希望你们一定要来感受这些奇妙美妙的夜晚，一定会给你们带来很美好的回忆。欢迎大家来迪士尼。我觉得今年我最后总结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上海迪士尼乐园来感受这个动人奇境，还有呢，一定要支持我们大龙的新的音乐剧小说，大家都支持，对的。然后呢，还要支持我们新闻晨报，要关注我们，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这么美妙的夜晚，要跟大家最后说一声晚安，因为已经是快11点钟了，早点睡觉，要保暖哦，好不好？大家拜拜，拜拜。我要再捏一下你的这个，我要再捏一下这个耳朵，太可爱了，拜拜，拜拜。